起来了，但是他的精神跟我们同在。对啊，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装扮？我今天是拉拉队的样子。我是今天就已经有拉拉队的美女到现场了。好有心哦！我们欢迎真正的台湾 number one 拉拉队美少女屈屈。屈屈，你看我们今天有屈屈以外，有没有看到你左手边两位？我不敢看左手边两位，为什么不敢看？因为我们的游戏节目的难易度，我觉得落差有点太大。要不就是超废超烂啊！今天的我觉得大家太强了，太强了嘛！欢迎我们台湾棒球史上最伟大的两位人物，大师兄林志胜。都是跟棒球有关系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轰浪挑战赛，跟你没有关系，跟你真的没有关系。我不是退休，你不算，我是被裁员，没有进去，没有进去。那今天呢，就是以我们这个展元哥还有大师兄林志胜两位作为关主，作为把关的标准啊。结果你们以前遇到的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哦，截然不同的标准。我们今天要是只要过关的话，就可以获得一个下班贴纸去转这个下班轮盘。不要在那轮船了，不要坐那轮船好不好？你把那针弄到下面去嘛，针到下面。那今天还找到这种大魔王来，我们今天是圆满。哎，你们跟我们大师兄多玩一点嘛，大师兄讲讲话，第一次来综艺节目的感觉。大师兄，我们其实这是一个谈话节目，是谈话节目啦。你看，谈话节目，对啊，难得上节目来。我记得你不是相声，怎么样？每一个练相声，全部讲到镜头。那展元哥也是很少上综艺节目啊，对啊，可他拍比较多广告啊，哦，也是，维持假，好想你韩国，想你韩国，好啦，那既然这样，一文一武到底会有什么样展现？先进入我们道具卡争夺赛，是不是？不是你手抖，不要，他会痛啦。走好了，装病装病，刚刚好了，去角质，刚刚一拍的哦，走好了，上回拿那个假病例来骗我们，假病例，假比上个还夸张，没有，他真的肿起来，你们自己看嘛，没有眼睛看，你们在家不要再骂他了，好吗？我看你的战力跟你手有什么不一样？不一样费啊，我知道啊。我们手每个都大小反正都跟你不一样啊，然后我们有别的原因呢。大家不用紧张，这个没有要抬你们下巴，这个东西呢，等一下就是我们道具卡争夺赛的内容了。要玩的关卡就是等分，安打安打，将加油棒抛进自己头顶的棒子上，最快挑战成功的人即可获得全雷打。哦，哎，这卡听起来蛮难的，全雷打。
有三个功能，三个功能，其中一个功能几乎可以让你直接下班。好，准备啊，大家准备就过关为止呗。选一个加油棒。很难呢。很难呢。很难呢。你帮我吧，北方，哎，旁边好帅的，北方，我，老高掉了，太难了，再来，再看，再看，再看，怎么可能？这么快的，你们还有三十秒时间啊！鲶鱼呢过关有入到，有入到，我们要送他这个全雷打卡。好，所以鲶鱼这张全雷打卡到底有什么样的功能？我们上车告诉你。今年年终于碰触到他这职棒生涯当中唯一没碰触过的东西，对对对对，全雷打，全雷打，全雷打，对，想说全雷打还是全雷打啊？真的假的？来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卡其实很好用。他拿到也没有，他根本搞不清楚怎么用它。对啊，五百块一张要不要买？好，来来来，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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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便一张给我500块，先换两张，2000，2000。2000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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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谁？你先学姐是他，对，你是拉拉队的吧？他是你弟弟的学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弟弟是真的在打棒球。对呀、啊，找弟弟，不要再想了。我现在在家了。你去换拉拉队穿啊！哎呀哎呀！不要了，不要，又不要了。去换好皮的衣服，换好皮的好气哦。我们还要第二套的，你换起来。不要找了，快点吧。啊，你要卖是不是？你要卖那些？好，等下你小套，双小套。我卖功能，卖花花啦。对，卖花花。花花现在送花花，你送花花你多少嘛？一样两。不是你送他一张，他都已经办起来了。啊，指定代打，指定代打一定就是指定代打开的，叫人家玩。花花你可以买。好，谢谢你，你不要送。能用吗？他手上残废，要挂假装的啦，他假残的。刚刚哥讲了一句很好，那你是手残，你薪水又没有残。他是要提那个残装鞋啦。好了，两件呢。可以啊，两千啊，你卖他成本，你要卖我多少？你奇怪的。两千啊，对呀，好总是生气的。那一千，哪一千啊？你就讲两千，一千啊，一千啊，一千啦，一千两张啦，传递价有传递价吧？一千送他两张，那我是白痴是不是？对啊，一千两张，一千一千，接杀错。啊，既然卖到这边好，你自己留一张 OK。留一张啊，接杀自己留一张。我觉得一哥眼光很好，双响炮就是一旦过关的话，你就可以拿两张下半。对啊，就三分之二，几率变三分之二。三分之二，回家。三分之二，其实很大哦，那个轮盘怎么转都有机会的哦。然后再来指定代打，花姐拿到也很适合，你可以任意指定某一组在这一回合竞赛，然后由另外一组由你指定帮他代打。那就我们代打，指定自己。两人合力用额头堵住棒球，并运送到鼻子上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我下去了。
代打花姐拿到也很适合，你可以任意指定某一组在这一回合竞赛，然后由另外一组由你指定帮他代打，那就我帮他代打就好了，指定自己，哎，但是在那里玩过关，他如果玩过关，他还是可以下班的哦。我玩的人，人家玩得了过关，等于玩的人就有两次的过关机会。好好好，我觉得你去换黑色衣服，我给你换好不好？不行，我换的时候大家都过关了，不行。然后最后一张鲶鱼，你可以拿来威胁人，就是接杀出局。只要有人转到下班，你直接接杀出局就取消下班的时间。哎呦，真的这样？我跟你们两千，错，你对自己的力这么没信心啊？哎，一哥，这个有 bug 哦。那如果我过关了，他可以马上用。接他出去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要不要买？再两千，你死啊你！就是要买一整组，要买一整组，要白买啦，整组才有啊，整套的啊，你不要不要半套，不要半套，我已经改整组，千万不可以半套，因为我现在买半套，他自己讲我要整套，然后他心虚，半套，半套哥，你以为我不会接话吗？不是啊，没有看他的心，展元哥，你半套哥，半套，不要解释半套。Google 给他看，他不知道啊，没事的，没事，打你的名字就龙哥，你要叫半套，他叫半套 ，Google 就有，他叫半套，我本以为小孩很乖的，他就送喜帖，他就送喜帖啦，真的送喜帖。好，各位好，各自都有各自的武器来克制对方，还是要介绍一下今天的 lucky 卡，第一张神话大师兄，哎呦，是西游记的大师兄啊，对啊。神话就是一定那个吗？来，武林大师兄，少林寺的握着那个少林足球大师兄啊，还有爪爪，这个网络上乡民用语，半照哥，还有这个32，大师兄，背号，32，然后下一个吉祥物。不死不累，还有这个金手套，放出金手套来。接下来这个是真的可以拿的现金5000元跟现金10000元，两位关注也是有机会的，他们没有抽到 lucky ball， 你们就有机会抽。对，这个比较重要，重要不重要？内行哎，他有在看内行，对。而且他比佩珊要幽默，又好多了。他们的幽默都被偷了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卡进行的地点呢，就在这个名人堂花园大饭店。你们知道名人堂花园大饭店有一个专门设置，就是台湾棒球名人堂，在这地方展出，就台湾的棒球历史，还有知名职棒明星的这些球衣等都在这个地方展出，还有外面有一个超大的棒球，他们有一个博物馆在这里，对，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棒球的新型互动游戏等等，就让大家玩得很开心。那我们这边呢，等一下玩的关卡其实是跟喝东西的瓶子有点关系的，我们来看一下玩的是什么呢？要玩的就是这个，等等，当头棒喝，限时内两人合力用额头顶住棒球，并运送到瓶子上，率先挑战成功的队伍即可过关。一个瓶子要放上去啊！来，请抽球。看谁听好，君今天的任务是帮我们加油。4号，哎，我们这箱子重新做了，变轻了，变轻了。4号，哎呦，我有作弊，作弊，看我的作弊，手一样的回家拍我。这样抽看得到，哎，一只手要扶着人家，哦，真的开心啊！他真的开心才狡辩啊！认识很久了，第一次看到大学生的美，对镜头是没有邪念，一直没有成功，现在没有成功，现在没有成功，会失败，对啊，是有啦，马到啊，被拒绝了，对呀 ，Lucky Ball。来，两位丰田，去，你是超人，你超人，你谁？北京五班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好 ，Lucky Boss 三号，哎呦，少伟哥，请选择八张，八张哦。我抽到 cosplay 第一个找你，这全套的牌你还会选一张？全套，
你化妆不带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会找你四张？你帮我们四张，真的真的再跳再跳来选。再跳再跳一下。我喜欢跳小哈这边的半套。你想要左半套还是右半套？左边的半套比较好。我左边半套了。你觉得怎么办？来一张，哎呀，来一张啊！把它选了，你假晒啦！这一张啊，注意哦。好，最上面那一张，奖金一万块。什么？武林大师兄。武林大师兄。六师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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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对，这个要那少林足球，少林足球。再找小哈，我觉得这就是烂对烂烂对烂烂的，一定要找那个形象完全跟大二师兄无关的，超好选嘛！我这什么形象，怎么适合演这个东西？你觉得有什么建议的人选？建议有带风向，带啊，再带啊，气象专家，很适合，很适合，嘴巴讲出少林功不好耶，你讲看看，讲看看，少林功夫好耶。就是你，完了，太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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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至少叫别人精髓，精髓，你那个是神模仿，没有人可以赢的，没有，所以二师兄就是六师弟，六师弟。好，我们的武林大师兄少林足球到底会长什么样子？下车，告诉你。现在在这个棒球的博物馆里面，但是台湾虽然说棒球很厉害以外，足球也是很厉害的哦。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少林足球大师兄、二师兄，他们来给我们指导，掌声欢迎他们！来，跟着我一起唱。少林功夫好哎，真的好。传神。少林功夫棒哎，顶呱呱。对。掌声。干掉，好干掉，好干，这里要做好干掉，好干掉。然后因为板球，我们也碰上真的音乐。他是铁头功，他是铁头功，铁头功，你是金刚腿，金刚腿，腿腿，金刚腿，你超腿。好，这就是他们整套的表演了，辛苦了。我没有做半套，对，全套的表演都在这地方了。谢谢我们少林足球。看完少林足球之后，我们就正式要让我们关主来进行当头棒喝的挑战。来，关主请示范。好的，运动完之后呢，需要流汗之后要补充大量的电解质。有没有看到眼前有五罐饮料？他们的头呢，就是要把这个棒球放到上面去，他们只能用额头夹这个棒球放上去，要放五颗，就看我们的观主可以花多久时间，就是你们基准啦。这个我身为一个主播，还是要讲解一下规则一下啊，因为这个比赛规则呢，就是两个人一组，但是呢，你手绝对不能够碰到你的队友。你观主在这里好不好嘞？吹哨就开始了，来，预备。并成功接住往下倒的球棒，你要接住我，你要接住我。好，三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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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Come on, y'all. 没关系，还有爱你呀。
吹哨就开始哦，来，预备，快吧，很怪耶，他们协同最后，先放最后是对的，这么怪。继续持续到48秒，赢不了的，3:65哎，对啊，廖小东跟关子是回来吧？太强，我们以前的关子是不是都太废了？笑我当中笑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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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准备48秒的关卡限制。来，第一组请对。来，第一组是义哥跟鲶鱼哈。漏一个就掰。对，我们完全不能失误。我们不能。算是我们最强阵容了。对，你们这里如果没有过，没争口气。那我们一失败，我们就再来。对对对对。好，这时间过。好好好。真的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来准备哦，请把你们的球顶好。预备。快吧！不能失误，不能失误。可以开球。你的机会，快快快！哎呦，快哦！哎有哎，对对对，有比这个强哎！不要赢，快快快！不要让人家笑没有。哎哎哎！我们是，不是不是，不要让人家笑没有。快快快！比震动强在哪里？哎，前面两个，最最比他们快。废了一只手的花花跟 Teddy 要准备哦，预备，快吧！这个就是快下去哦。哎，别别别！好了，正常发挥呀，正常发挥，不会对呀。对，我们刚刚还要再踩到球跌倒。哇！我们只是在调情，戳到眼睛啊！我要往后。对对对对，好了，一点点声音啊，没有。盖掉我的声音，快点！我们允许花花姐可以左手扶着对方，左手推对方。那你左手扶着对方。哎，其实失误三次，哎，其实很难哎。不用玩的啦，不用玩的对吧？浪费时间呐！来，第三组请就位。先推先。第三组哦，这个是哎，他有这个假头皮，你应该把它拿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种摩擦力，哎，假头皮有摩擦力哦，来，我们要学习张泰森，准备了，贵贵贵贵，张泰森，不要让我吓坏了，向泰森致敬，对，向泰森致敬，今天是棒球挑战赛，泰山压顶，泰山压顶，经典人物，来准备了，泰山压顶，预备，好了吗？不会再涨，预备，快吧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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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保持那个速度。再快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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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快，不要滑倒。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别乱滑，再滑了。好，你都乱吹啊！好，你超吹。没有。好，你超是公正。真的。超是公正。真的。
正的。抓得好，他头太滑了。快快加加加！没有被跪啦。37秒才赢，没有机会啦。来第四组，请就位。我们要监督了。哇，好，第四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再讲一次你刚刚讲的话。你说掉下来怎样？不是可以进厕所。他在想的是这样的，你不要把刀架到心里的话，他会掉下来，他会窒息的，后跟，说什么的，后跟。好，来准备好，把它讲好，来。我刚才他刀一直在抿嘴耶。对啊。刚才偷他护唇膏。护唇膏。护唇膏，护唇膏。掉了呀。来准备。我都很震惊，我不像你的心。因为还有到，对呀，你是在点歌吧？顶我，顶我，顶我！上天顶你，等等顶我！你是想叫女生讲吗？重点吧！不，你在顶，你在顶头，你用力一点啦！上天顶正头，顶顶头。不是那一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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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，没有玩的开心。刚才，而且你怎么变了？对啊，怎么有回春的感觉？对啊，而且护唇膏买补了。再一次一一来，你都没有像我们开心。好，来第五组，请就位。好，来第五组，小哈跟丰田，来预备，来吧。有。我可以做鼻子吗？为什么要鼻子？他鼻子。好可怜，好可怜，这样生气。不要放弃，不要放弃，我再出手啊！观众的眼睛，观众眼睛是雪亮的。对对，我们怎么样？可能有点被黑箱走啦。大师兄，可以让我们让我们留，没关系，自己用。对，我们是半游泳嘛，半游泳。哎，我在哪里？他们比我们可怜，他们拿机器拿的。哦，好呛啊！漂亮的守住了这一关，是你守住了这一关，对啊，不是你的手，是我的手，不是我的手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真的是一切公平、公正、公平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对，裁判最大，对不对？是觉得超的，我花了5万块买的啦。哇塞，哎，我们今天有真假病例之后，现在要假学历，哎，我们有专业棒球主播在这边，我不可能造假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一切都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。展元哥第一次玩游戏，我都笑了，我笑自己都笑，他自己都不好意思，他才是真的读书人，读书人不会干这种事。很老实啊，在运动赛场上差一秒就是差一秒。对，那如果真的要申诉的话呢，有这个电视重播服务判决，要2个月之后才可以判读。不会，我们下隔有2个月，我们下一秒防火局就说啊，没事，没有，我们10点的时候就有重播，就可以再看一次，直接可以看重播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为大家来考一下棒球小知识，请问一下，棒球打击出去，在还没有落地之前就接到，这样子叫什么？接杀，接杀，出去还要做，出去还要懂这个。
国球水晶球。下次你把你的学历带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毕业证书给我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这样子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现场有专业的选手，等一下玩的关卡就跟接杀出局有关系、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东西，等等，接杀出局，限时内用筷子夹住队友抛出的海绵球，率先达到指定数量的队伍即可过关。要用手了，要用手了，右手，右手，关主太强了啦。好，来抽球了，阿彪先。后面后面，今天关主是蛮强。对啊，对，有史以来最强。哎，鲶鱼，这个我想退了。你看，第一关比较强，第一关没有 miss， 好比把你黑掉。退给你的。没有人用的，说不定会过啊。来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，抽起来，难讲啊，抽起来，抽起来。你们这样子注意力转掉，还要抽 lucky ball。好 ，lucky 球，一二好 ，lucky 球。好，一号 ，lucky ball。三号，你不会啦，你不会啦 ，Lucky 球，二号，他是三号，你要就是我，三号，我接他用左手丢，你不会丢啊，不会丢啦，用手丢丢脸的，是啊是啊 ，Lucky 球又是我，哦，哎呀 ，Lucky 球在，哎，他没告诉你们的。把 lucky ball 抽出来， lucky ball 抽出来。哦，啊，这个是你们的，哎呦哎呦，你们有 cos 不累的机会来了，要 cos 不累了，有了有了，七张，哎，有一万，有五千哦，来，哦，七分之，都去丢，都去丢，先不要翻了，先不要翻了，哦，这张，确定哦，哎呦哎呦，下定离手了，鲶鱼都不帮钱包，三喜，志胜哥得到二。三，用浮力俯身的姿势撑起身体，并将对方的手掰开，率先让对手倒地的队伍追上水不管。来，预备。两个大魔王又 PK 了。七张，哎，有一万，有五千哦，来，七分之，都去丢，都去丢，先不要翻了，先不要翻了，哦，这张，确定哦，哎呦哎呦，下定离手了，鲶鱼都不帮钱包，三喜，志胜哥得到是二三，金手套，金手套，好的好的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送你的是，哎，真的，棒球金饰。这边价值是6000哇，这个6000哦，6000啊，可以当吗？2000跟你买，还是假？怎么分？对啊，对啊，你自己选啊。你拿的好像跟展元哥没有什么事。展元哥不敢讲说，对，展元哥，展元哥怎么了？哇哇！我希望那个展元哥可以早生贵子，可以送他的。哎呦！不愧是大神，自身月薪120万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，现在都扣一半的了。里面有减薪，里面有减薪，薪水，靠薪水，他里面有减薪挑战赛了。我们扣很多了，他现在剩20了。好了，用这个棒球金饰祝福哲元哥啦，早生贵子啦。好，请朋友们大号马一，20很多了，20，对啊，难怪他说他伤都没有好。好讨厌，好讨厌！丢他切啊！交我丢他切啊！把关者有30秒的时间，展元哥是担任投手嘛，好丢出去，然后就要由志胜哥来做这个接杀。好，有30秒时间看夹几颗，来准备了，很难，预备，来吧！哇哇哇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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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两颗已经厉害了，三个
4个。五五五，我可以宣告放弃。你们进行穷赛表演，真的太好了，穷惨来了。几秒了？太厉害了，拿了两个。谁赢得了？谁赢？哎，你们平手就赢嘛。来，回游览车了。全员请回游览车。不要这样拿筷子嘛！而且他们也没练多久哎，他们没练多久直接来了哎，好厉害！第一组，第一组，请进来，真的我们多费我。第一组，一哥、少伟哥，我们用垒球的丢法，来准备啊！不用踢的啦，预备，亮！威猛！少伟是主将的呀。哎呦！一哥是用筷子的，你丢筷子，丢筷子，你看他没见到什么擅长，丢锅子，丢筷子。不用，不用。太快了，还有一颗，不回一颗。一哥要炒菜的那个弹性，一哥要火，一哥要火。太难了，来第二组请就位。来第二组，鲶鱼又上场了，鲶鱼担任投手。你不夹、哦？鲶鱼夹了。他用筷子啊，不是靠脸吃饭的。好了，计时30秒，预备。来吧。太低太低了。日本人对筷子的坚持。丢好一点。丢乱丢了。这丢不好哎。太要把它沉下去的时候再夹。你再拿前面一点。哎呦。天哪！大师兄都做到了，这真的是。来了来了，感觉来了，感觉来了来了。准备了，预备，威猛无限，快！我要变身。好，现在呢，独臂投手花花在投手球上，变线球的嘛，那完全没有控球力，又变化球了。他的控球力非常的不理想，而在打者呢，眼睛感觉有一点点看不清楚球的感觉，所以他非常的不专注。明明就看不清楚啊。两颗球了，现在谁在你？现在他整个的眼睛都已经动心眼的感觉了。把眼睛动起来，反而能够夹得到球。这个动态视力似乎是。你疯了！不要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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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按照实际的状况。哎，可是很奇怪，有整一个在播，这个比赛好好看的，这是一个专业级的比赛。请就位。第四组天龙配地虎哈，这个看起来很矮。你不要学主播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好吃的。这是天龙，我觉得这很高啊。天龙挺帅。主要是这样子丢出去，感觉很难接吧。我的碰巧。我觉得我今天很弱。天地对地，只有天地。准备准备啦，预备。天地对地。牙齿咬，牙齿咬，天地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小时候有训练过夹里头。小时候夹里头，长大夹不大夹没啊？长大这么直接。来，准备哦，计时30秒，预备。威猛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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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要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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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节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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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高一点，高一点，节奏，节奏。哎呦！高点，高点。
科的事。而且后他整两颗，后脚会开天起来。都是蛮烂的。好，最后十秒，最后十秒，再三颗。这个节目让我正式认识到什么是运动员。前面那些我的队友都假定他是运动员，我完全不相信。是假的。穿哪一群？穿哪一群？对啊。对，奥莱要电跑。强，太强了。活动，活动，真的强。这没话讲了。哎，上。有。而且你们夹的真的很轻松哎，对啊，八颗哎，这个根本不需要我作弊，他们就是完全是靠自己。哦，摔下来了，没有，没有，郭姐都在摇头了。我说我没有作弊，好不容易救了你，我意思是说我不需要作弊，他是关主啊，下一次把你毕业证书拿过来啦。稍微给你那个嘴稍微甜一点点，如果嘴不够甜的话呢，我们想办法让你嘴甜一点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又要转什么？又要转？又要转的好硬啊！一个小礼物，来，请上礼物。真的，生日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还没啊？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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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这个蜡烛是真的是插在烤炉的。好了，这个三个愿望了，我希望收视再继续升高，然后收视率跟自身的打击率都一起升高。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叫龙潭棒球场，只要是打棒球应该都很清楚了。龙潭棒球场赫赫有名，而且呢，我们要来考验大家。你们知道，如果说跑的速度够快的话，我们可以执行一个叫什么盗垒战术。来，我们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等等，攻守交换，需与队友交换位置，并成功接住往下倒的球棒，率先达到指定次数的队伍即可过关。两千多球棒往下倒，然后冲过去，请抽球啦。前面，我要 keyboard 了吧？1号，哎呦，4号，哎，刚才我有两颗 lucky ball 的机会，两颗，这辈子第一次有两颗的机会，5号，我要达到我两颗 lucky ball， 5号，lucky ball， 4号，有魔道 ，lucky， 4号，哎，七号。有第五张到了，钱啊，真的。那少伟哥要选吗？少伟哥先揭晓啊，来，1、2、3，吉祥物，吉祥物，好的 ，cosplay， 一点 cosplay。以前这个我们很知道，这个棒球队都有一些特别吉祥物嘛，哈。那有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不同的动物在这边呢？大象跟猴子，知名球队的吉祥物，你可以选一位跟你一起。拉米狗跟兄弟象，还没有猴嘛，然后还有兄弟象啊。太少带风向，很多人谋福利。哎呦，因为他今天话有点少。哎呦，对对，而且他又长得很漂亮。哦，你怎么这样讲人家？对啊，害羞，害羞。进去了，来一下。一关的选择结束了，接下来是少伟哥寿星的 lucky ball， 我一定是10000块的啦。我刚刚看错张了，我
其实是要在那最后一张，是不是？我知道刚那张倒数第二张，这张哦，对，第五张，对，没有，但没事，那他建议这张啊，这一张，我刚刚是要选那一张啦，真的，那你要不要选那一张喽？他们为了我们好，就不要选那一张，不可能啊，你不容易，我跟你讲，那你讲你几号？你讲一号，不要选，我不要选。刚刚真的要选，一定是这一张啊，一万块。我刚刚选的是，觉得是一号。各位观众，一万块。三二，好东西，三二，请问在场有谁跟三十二这个号码关系最久、最深刻？哎呦，志胜哥，对啊。三二呢，我们就要让少伟哥跟志胜哥进行我们野球拳大对决，3600，三战两胜，3200，三战两胜，赢的人呢可以获得3200。哈，三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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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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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好紧张，最后一集，最后一集了，请大家请下，一首决胜的一局开始。这边哈，我们一定要看看一些这个球队最著名的吉祥物。哎呦，欢迎的是我们的象根源进场。象根源，对，来录我的综艺节目好了。来，一二三，强攻制胜，猛轰制胜，奶油奥给林制胜。在旁边，大家都好害羞。哎呦，对呀，象好可爱哟。不会啦。你为什么脸红了？脸红了。他跑不动了，他膝盖。你也可以放水吗？我跟你讲，绝对不会。哎呦，哎呦，他自己家放热水。不会没事。他喜欢。好，来，我们倒来看一下，到我们关主会不会放水？好，来，关主请示范。准备到垒哦，整元哥，你的体力是 OK 的吗？跑起来！你喊哦，我喊着，好，我来啊！完全被忽略，来准备，对，被忽略了。认真，全赛就开始了。不要那么认真呐！林志胜拿过30次，好牛啊！神经，你有没有感受到我的感觉？他们平常也是这样说我唠叨。来准备啊，预备，快吧！我到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一二三。好，只要一次就过关了，就可以转了。然后玩到现在都没有机会了。你真的放水了？好，来第一组直接就位了。你好像拿拐杖哦。你是手上都不脚上。花姐怎么可怜啊？不要再骂我了。第一组，预备。谁喊啊？看你们谁。降雷降雷。来，你们决定。你们自己喊开始。可以这么远，那我也要降。对，我也要降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
现在找机会要追他哦，你看对方的金秀耶，那我自己这一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看起来很危险哦。没有，先倒了，先倒了，我太慢了，太困难了，真的很难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破解方法就是你拿的时候，然后身体尽量延伸，然后可是因为这样子，你一移动的时候，你可能把它敲到它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尽量我在它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子。好，来第二组，请教位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知道，因为他刚才是往那边，他是往这，你要放神啊！对，要往这里啦。对啦。好，来第二组哦。可以，自己抓时间，自己抓时间哦，预备。南天。好，过年。你们自己讲，我自己 Q， 自己 Q。我喊嘛。啊，你喊。我说一二三的时候放。就冲啦，三就冲。一二三。对到你。好嘞，第三组请就位。这两个有机会，有机会哦。第三组有什么战术吗？现在方向上面没有战术，你不要作弊就好了啦。好了，我这个没办法作弊了，来准备啦，预备。你要不要在前面一点？对，好了，手离开一下啊。要成功了，往上放，往上冲，往上冲，挥出去，再接住他，一直来，快乐，再接住他。一直来，快乐！他接住他，一直来，快乐！收到，这打太快，不要打太快。我们今天要开始放，你一出在这个位置都会这样啦，不是我的问题。这边他已经到地上了，是吗？真的啦，在这边都会这样。教练，我真的地有鬼啦，弄不平啊！水弄一下，我狐狸弄一下。没有，来，下一组，请教练。好，来第四组。鲶鱼跟豆哥准备，你要接住我，你一定要接住我，他会接住，三，出界外了，你不太快就倒了啦！晃着好啦，我脚痛风，我都接到了呢。
哎呦，哎呦，表演赛，表演赛，这么鬼，表演赛了，比赛你38岁了，这么久，四期都还没到，来啊，准备，球都挥吧，挂了吗？厉害点。来啊，准备！挂了吗？厉害点！没有守住，也不能说是怎么样，好不是的，他成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的观众今天如果过不了，我们也过不了。他不是放水哪里有？他哪有放水？卖 gay！ 他右边那个明明就地有膝盖都痛了。地的问题，地跟你们说地，腿膝盖整了，腿都肿起来了，狼腿。对啊，哎呦，我很用力。少伟哥一定接得到，所以我一定要接到，要不然会攻击他。对啊，但是结果你又出发的时候，你把那个棒子拨了一下。不是啊，我不认真，徐导员那边一直。他是中指定吧？他犯什么犯？他小时候打篮球，我就拨他打篮球了。真的，而且我刚刚非常想要看到他重现。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樱木花道要抢那个球要出界外？我身体跟那个地面平行这样子出去抢。不要不要，我自己都忘记我了。那我问你一下，你小时候有看好他吗？那时候超强啊，很瘦啊。那你觉得他加入演艺圈是对的选择吗？你应该打 NBA 的啦！哇，这个台湾还在亏，你我说真的，他还在亏啊！台湾人要长到，他心地不是很善良，长高不长脑。我刚是最早有说，我以为你很乖的。你现在才认识他的本性，真的吗？不是，你们现在才认识他，他比你还坏，他很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山景湖水岸餐厅，那就是比较文静的一个地方。它的建筑外观是欧风的，然后有大型户外喷水池，所以你在享受它餐点的时候呢，就像在异国一样，享受异国风情。对。但接下来要玩的关卡呢，它是跟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跟帽子有点关系。我们先出点小知识，问一下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就是在棒球场上大家要戴帽子？太阳大。”明哥知道吗？哎呦，球打到头啊！球速100多哎！是不是？刚才在小帽哎，是像小帽这种帽子，对对对对，为什么？又可以出周边呢，对不对？会赚钱，太赚钱了，有生意头脑啊！都倒了，很多的运动都没有再戴小帽的，为什么？球会飞很高。对，我知道的，因为太阳哦，要遮太阳。好了，这降级高飞球的时候，对，因为那个棒球场太阳从哪边照过？还不是那么容易。然后棒球有很多是高飞球，足球不一定每个都是飞起来的。哦，那怎么设计顶草帽给他们？太重了，太重了，不是有力，有力。不拿我们制作人常常带的那个东西，真的太重了。好，刚刚展元哥讲的东西是正确答案了哈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关卡就是跟帽子有关系，要用它来 PK 啦。所以要玩的关卡就是这个，跟帽名顶替轮流与爱棒赛 PK， 需用帽檐将对方头上的棒球帽顶落，率先挑战前方队伍即可过关。我好奇你们是对爱棒赛有好奇，爱棒赛有谁？爱棒赛跟小哈有关吧？爱棒赛谁？爱棒赛是我，他刚是棒完。爱棒赛是我们今天的两位关主的统称呐，因为他们热爱棒球赛的关系。好，来请抽球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来啦。哎，15000要出来了，酱哦，打酱哦。我们这边吗？15000要出来，来来来，该送点钱了。10000不要留到人家手里了。来，踢球，拉踢球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你怎么样 ？Lucky ball， 15000，圈圈还没抽，这个也不会跟他有什么互动啦，你们是跟他 Kenny 剑，三号，耶，一组，不要那么激动，4号，张立
都你大概有一年没有抽到，再别动了。然后，好了吧，都这样，哎，我点三颗垃圾包。哎呦，要分组了吗？又是关台，蓝色发放赛的。给他，给出去吧。对啊。我是五号，看一下啊 ，Lucky Boss 五号，四张卡在桌上，哎，四张，二分之一钱，而且 cosplay 都没有了，对，砸完了吧？都是好的啦，应该是两个钱，一个礼物跟一个不知道什么的烂东西，还有个 cosplay， 两个钱两个礼物了，两个钱一个礼物，真的，两个钱一个礼物，我也觉得一个礼物，抓抓嘛，四分之一，大师兄帮我选，我。如果是钱，你要分大师兄，那我自己选，那我自己选。如果是钱，你会分我吗？不会了。哇，好可怕！他有被地随便选都中了，不要靠你，相信自己，当然是掉了。大师兄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哎，唯一的 cosplay， 哎，一三一定恭喜。哎，哇，最有名的神话《西游记》的大师兄孙悟空，还有他的师父唐三藏。怎么可能？钱都出不来，我怎么塞住了？来，你可以选择，因为这个是大师兄身旁都会有一个师傅跟着他，就是唐三藏。所以呢，你可以选择一位，不管是孙悟空还是唐三藏，选择一位与你同行。唐三藏，选哦！唐三藏是出家人都只有一只手，唐三藏手上有双手，而且他看出来是小品，双手很好。取经王，下不上取经王，哎，花花，哈哈哈哈哈，双剑大帝，哈哈哈哈哈，耶，双剑大帝配取经王，好，所以皆大欢喜，到底我们神话大师兄会长什么样子？我们下车告诉你。刚才我们有看过这武林的少林足球大师兄了吗？哈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神话。我们还为了今天的这个 cosplay 故意受伤，对，受伤，那个手刚好很适合。他是要进入那个角色，他是故意受伤，故意受伤，他已经为了这个角色一个礼拜都这样子。做功课，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一变为翘，气就会变这样。对对对，来看一下著名的神话《西游记》，我们掌声欢迎。哎呀！哎呀！大大大！师傅干的饭，说好的翻跟奶猴王，奶猴王。师傅，我帮你看了一下，这边没有可怕的妖怪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哎呀，阿弥！太慢了，三师傅快早点进来。哎呀，我说悟空啊，身为一个大师兄，怎么没有做到大师兄应该尽的本分呢？师傅，您误会了。哎，我不是大师兄。你不是大师兄，那谁才是真正传说中的大师兄啊？我看你的 tempo 可不快。师傅，老人呢？师傅，老人奇怪，现在怎么办？进入角色，角色，角色，对呀，我知道了。林志胜就是传说中的大师兄，对吧？师傅，哎，他是球场上的大师兄，那他不是真正的大师兄啊？啊，那谁才是真正的大师兄？真正的大师兄。在这儿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真正的大，走开！我们去西天取经的，取经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西天取经，我来了，到五指山下，到五指山下。真的不想放心中奖了吗？我已经放弃了。我们想要扮演惩奸除恶了。惩奸除恶，这是正面教育意义的。是的，社会善良。谢谢大家表演完了。不能起色心啊！谢谢我们《西游记》带来的演出。稍微冷静下来，我们就要进入 PK 了。好，来第一组，请准备。来第一组。好，第一组是鲶鱼跟我们的圈圈哈，两位呢，圈圈一对，你们就是两条命。但是你们在 PK 的过程当中，只要30秒没有把对方的帽子弄下来的话，也是算输。哦，好，但是这个东西靠的是巧劲，因为是要把帽子给翻下来。好，一对两条命，你们要先派出谁？好，兄弟，来，请进呼啦圈。我先出来把第一关。好，是是是。哎呦哎呦，如果败的话，后面都自身都要挡住。哎，有合理合理合理。对啊对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哈。进入库。来，计时30秒的时间哦。预备。
我觉得开心，开心，再一个，十秒我都不撞他，你帮我看着扶起来啊！扶起来，带紧啊！剩五秒，剩五秒时间，这样你要吹气的。他怕，他怕的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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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我让他十秒，谈恋爱啊！整个抓得很紧，19秒，他没有挑起，好，来来来，好，君君挑战失败，来下一位你。这就好，没有戏，没有戏。好，你已经就位了，现在请对上你们高中教练。好了，如果有骂我，你在叙旧，你在叙旧，我们是同学会，是不是？计时30秒。没有，手摆后面，手摆后面。预备。来吧！这个是不要闪！哦，我觉得小圆哥有点开心耶。他喜欢走。对呀，你碰触他不该碰的地方，要踩出去了。要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讨厌，大家都讨厌啊！来，预备。还有10秒。金牌，金牌，快点！投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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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投啊投啊！跑三个，快大吉祥，快大吉祥！来，你没有办法抵抗人家这个攻击，所以你是丑二。哦，对了，你输了，踩出去就是。快大师秀上！哎呦。请这位，好的，第二组的第一棒是毅哥哈，对上整个，你的，预备，一下就好了啦，牙一咬就过了啦，快亲在一起了，你惊你惊，我找到整个的落，这下就可以了，可以可以，我怕了，来继续啊，全身都敏感，平常在主播台没有人会离他那么近，他敏感带太大，搞定我了。大师兄，怎么样？完全挡不住，这个重量他很硬的，模式都一样哈，来啊，预备，过三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一个没带，一个第一次输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这个没有动，假都不会动，不想开，好强的，哎哎哎，收了。哦，过关了！一哥一哥考到2棒，他不想跟我玩了。没有，他很聪明，他是从旁边看。对，我刚刚就跟小阿讲了。哇，战略！哎，所以你过关了，恭喜一哥！你要使用双响炮卡吗？太有用了，太有用了！好，你可以使用双响炮卡，马上进入下班轮盘。2张下班卡，笑得多开心！你看看，可以下班了，有机会了，请自行。那个不要用哦，没有用，不然用我就花钱买，花钱买，我送给张立东啊。你送给张立东？为什么？你都没有跟我讲，谢谢。是我要的。那你就看你们的过关再说，过关再聊吧。好，再至少几两，2/3的几率哦。2/3 OK OK， 来，那我们请大师兄来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三圈哦，三圈转三下，转三圈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。没关系，还有哪里？OK OK， 来，那我
我们请大师兄来转好不好？好好好，三圈哦，三圈转三下，转三圈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五五五，一共一共，够了，哎，恭喜下班。没意思啊，你要让我们下下班。不会，我觉得好有意思。有没有意思？好玩。来，张玉东决定是什么？我这个决定好。不是我。不要。我们大家可以调下，我们应该一起对过。对啊。对不对？风脸，风脸，风脸，风脸。风脸，你要要。贴在头上，头上，贴小号头上。丰田使用尖沙车局，所以难得拿的下班没有了，全员起回游览车。各位，虽然说哈有人下班被抓回来，但是现在我们最后一次抽到利卡的机会，里面要么5000，要么10000。现在没有任何事比三张卡里面有两张是钱还来得重要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现在来抽了啦。来，还没讲什么地方呢？你就我们再抽一圈，边聊。你说，然后我再帮助这个东西。然后你等下到下一个你会再介绍一次，还不是一样？没有，还是要讲地点呐、啊，那个地方。反正你每次讲不好，我要重新再，你就是重新再录一次啊。你要讲什么啦？你讲清楚啦。他的地址你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是可以稍微疗愈一下我们身心的，叫林可可家的牧场亲子宠物友善餐厅。说得好清楚。我跟你讲，老板这个地方除了做成是这个宠物友善餐厅以外，他自己养5只狗狗，超级可爱，在各个平面广告上面都有出现，所以等一下去可以跟他狗狗玩一下。但是我们要玩的关卡，等一下要弄的东西呢，真的要碰到棒球手套了。我们今天都没有真的碰到棒球手套，我们接下来真的要碰球。我们没有碰到就赢不了了，碰到还可以。不会不会，我们接不一样的东西，不是球。来看一下接什么，来要玩就是这个，等一下，金手套去爱棒赛 PK， 用棒球手套捡钱币，这很难，限时内捡起来的数量超过爱棒赛队伍即可过关，捡大就可以了。对，还有一件事就是你们命名他们叫爱棒赛，就有经过他们同意。他是说爱棒赛，然后玩一个第四棒爱棒赛上，应该有说爱棒赛，好，够了，爱棒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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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爱棒球、喜爱棒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爱棒赛。爱棒赛吗？好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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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最近你有没有乖哦？三，看你抽出来的，有没有乖？剑没有乖啊！好，寿星，寿星，能变寿星，随随便便 lucky ball， 没有，没有。我回味了大概快一年了 ，lucky ball。没有了，回味了好久啊！你那边回味了好久，回味了好久。哎呀，太亏了！我要发功，发功了！哎呦，你连回味都没有什么事。哎，抽超哎，你们抽出来了 ，Special 今天也抽好多。哎呦，哎，不要又到关主手上了，抽奖赖我这。边缠手，这一只手还要抽。好，来这个 lucky ball， 而且花花是一号哦，一号第一个。他是一号，他是一号。这里可以分到钱吗？还没用啊，没有啊。不要再问了，三张这一抽都钱问了，全都好了，自己问才可以啊。哎，你抽到礼物算是衰呢，真的，三张都好，三张都好。你愿意跟我讲一万个脑分？不用讲，你要跟我多少？你随便靠自己啦，你不要分他的啦，你靠自己，他已经够，他比你还有钱了。我靠他，我是 cosplay。他今天早上跟我讲说我要再买一栋，他今天早上，英仔吗？英仔，你很闹鬼吧？一号，闹鬼又一号，一号，因为我是一号啊。定有完的了。元宝先，元宝先，元宝先。那我们帮你翻一张，要不要？没中，我们帮你翻一张。好啊，好啊，一万，一万的，看，哦，就该问我，要么一万，要么不是一万，
了，有可能一万。要不要再给你机会？天空跟地要换，要换。天空跟地要换，不能换，不能换。已经都磨过了，就这张，就这张。来，揭晓，你自己翻，我自己翻，我自己翻，这个就奖金无效哦。好啊，各位观众，我的手会好啊。哦，这样才录影，还有一万块。你可以帮我这样才管他吗？没有，骗骗谁？我帮你报，我帮你报。好了，恭喜花姐获得手术补助一万块钱。买点药补身体啦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真的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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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手坏掉了？为什么你要抽到一号？你把手弄坏，你就会抽到啦。我是我刚才为了抽到。帮我。好，恭喜花姐获得一万元，一块一千啊！为什么？还不要好点钱，不信任我们？为什么？你找手这样就好了。你看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，开起来，花姐，花姐，花姐，一块一啊！开始做，好痛啊！找手没事了，数钱超快。好了，往下，往上，又让我夸张了。有钱什么病都会好。喜花姐奇迹式的康复了，啊，秋法都会好了。花姐康复了，我们八号码一。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画面，哪里都有什么？来，我们四位呢，等一下吹哨的时候，同时进行一分钟的时间，用棒球刀，只能用夹的哦，不能用活的，用捞的，什么都不行哦。好啦，然后再看他们哪一队钱币比较多。对呀，这是什么啦？好，来，准备要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哇，等一下，你先让我玩一下。这杯子太软了吧？再给你两个人。夹到一个了，到一个了。哎，我有四个了，我有四个了。啊？哎，花都想，花花四个。我有钱就不一样了，有钱能死花花，不费。别动，别。我没有哎。怕等吃，没办法。有钱能死花花，康复。花花钱不是，你要走要干嘛？你要走怎么这么乱？这太乱了，至少一个都没有。这都在干嘛？快去上班！最后十五秒了，不了啦，不了吗？不了啦，太强了，太强了吧？对啊，哎，你怎么讲啊？江琴大师兄啊，不错，笑声。三二。一，下好力走，来，停停停停，不是，哎，他超强哎，怎么比啊？展元哥，你很认真，从头到尾很认真，你才两个，还比张力东多。张力东在干嘛啦？我们数钱嘛，展元哥，展元哥二，这太弱了。然后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。二十二枚，关楚最是二十二枚。好，来看一下你们那边数一下，一个都没有了。一个我一个，花姐好来哦，二四十三十四枚，几乎都赢在花姐这边了。对啊，怎么我手坏掉了？他手没有受伤啦。对啊，有钱就第二组就位。第二组，第二组是少伟哥、秦军，好，来准备。难呐！威吧！哎呦，这么厉害！好难啊！哇，不是，少伟哥，所以你看，有强大。少伟，你要先撸啦，这样撸。你把它撸成一，你把它撸成一分三呐，太强了吧！这是人，怎么连这个大师都这么强了？不能这样啦！哎，不能赢不了啦！不要乱赢啊！区区手太小了。少伟哥，我已经做的是好可怜哦。对啊，不能用右手，少伟哥，我是夹到两个。没有，你要把它自己弄下来。这有限。最后十秒了。给他了，给他夹，他也夹不起来了，好可怜，好可怜的艺人，忙什么？在忙什么？忙什么？这是为夹钱，为什么？在马路上面洗钱，这样一惨啊！来，等一下，展元哥这边二四六八哈，然后十，我这边十二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八，都
二，这边三个21，总共21枚。他们这边十二，他们的成绩十二，你们设定了。我这边六个，他八个是14啊，你们这边14枚嘛，输了，可惜挑战失败。来第三组，传承那个手套，第三组请就位。也是大师兄。第三组有点蹲不下来的小哈直接坐了下来。小哈，我激励你，你有十个，我给你1000块。还有，还有，哎，真的，你说的，一百倍，你说的，对，来准备了，准备了，十个哦，预备，来吧。哇塞！小哈，小哈，哎，他们就搞，哎，他们就搞，1000块，1000块，你就搞，小哈，抓一个空，抓一个空，一个空。哇！跟你的脑袋瓜一样，抓了这个空，这一局整个目前只有一枚。大师兄不休息，他要羞辱他们。好猛！很好认真什么？大师兄一棒就可以羞辱我们了吧？根本不用等。大师兄应该只能玩一次，因为他越玩越有兴趣。好多，好多，小孩有了，小孩超过了，小孩有了。小孩你想停啊？他越玩越后面，不会夹了。大师兄修好吧。这主要给你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用抢用的？这不是什么问题吗？那还是会抢用，六枚吗？好，六八十。啊，少伟你输了，多少？1000块，12、14，不用算，不用算了，算他的就好了。一险，真的一险的，算小哈的就好了。外差的，超多的，算外差的就好。小哈的外差10枚，对不对？对，10枚，4、6、8、9枚，不好意思，没有。好可惜。好了，10枚，13枚左右。13枚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可怜的。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夹不起来就还我。夹不起来还我，把它摊平了。这个就是算的嘞。恭喜小阿，他真的觉得要夹。所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所有人受伤了，你要给他钱，他们就会做官的。好，接下来第四组呢？哎，我觉得展元哥真的放水一下了，机会哦，休息。对，展元哥你遇强了，展元哥你就播报，然后一打二，我们听听你们两个过20几个就有机会。好好好，来了来了，很强，你看来喽，有机会。计11分钟，预备。对，鲶鱼可以。哇，好，这一组有。一个人出马，两个人，大豆跟鲶鱼哥，我觉得他鲶鱼非常强悍，哇！鲶鱼哥呢，这个手腕也的，所以呢，他的手套呢也是非常的有力。不是假，动作真的，干嘛要可怜？我要你的动作，再有机会哦，1打2，2打1，现在呢就看看大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其实是鲶鱼哥跟大师兄之间的战斗。哎，对，我们是鲶鱼哥，大豆一个都没有啊！不是假啊！大豆一个都没有。要团结，大豆，平常很会捞钱，我要跟钱赚到钱，找到合作模式了，一样是可以夹，对，一样是可以夹，哎，到底怎么都没有啊？眼睛赢了，没有用，大师兄那边已经没有什么神器，3秒钟，大师兄，等一下，因为我在旁边有观察，其实这一局哦是豆哥的功劳，因为豆哥从大师兄这边把他踢过来的，他直接把他鱼死了，很强很强很强，赢了，不用看了，明显，对，很强，很明显，几乎不用。I love you， 好啦，那就恭喜我们鲶鱼哥这组获胜啦，进入我们下班轮盘。轮盘哦，恭喜进入我们下班轮盘。来，豆哥，我觉得豆你不要贴，我觉得给我就不用，我来转，我来转，你转，你已经中了，可以，我中了，因为我衰的程度还是交给你啊。这一组是矛与盾的对决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强运鲶鱼哥配上塞丘豆哥，可以的，我不要碰到任何相关物品。好，要去啊。好，来，眼睛交给你了。大师兄转，大师兄转，大师兄转，对，我就把它转坏了。飞，先飞吧。2000、3000，大师兄带着杀气的转。下马对呀，下马对呀，哇！哎，哇哥，我没看到，这个超屌的，哇！进，恭喜！这是棒球员之间的语言，我们听不懂。恭喜鲶鱼哥跟豆哥突破了我们这个下班轮盘，首次下班成功。不用洗澡，不用洗澡。呜呜呜！好啦，鲶鱼没有卡了吗？好，恭喜豆哥鲶鱼哥下班齐全，请回游览车。
哎，刚刚大师兄有让你好不好？对啊，等一下你们要一直叫他讲，哎，他手酸的。他你不要伤了这个手臂，你赔得起吗？那就是要练力而为就好了，都跟你这一把之后，弓箭把硬币挖到另外一边了。这很重要，这很重要。这很重要，演戏心很坏啊。那我理查他们就用这方式。真是气，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没关系，要搭对，就搭对自己的伙伴。真的，这是强运啊。对啊。我过了实力，再过了运气。看看，要不然你以为汉典怎么入围主持人奖？我讲太多。 就在大师兄的放水下，我们终于有一组人走了，终于来到最后一关，才送一组走而已耶！哇塞！但接下来哈，真的是困难了，因为要直接跟大师兄正面对决，你们要去比强壮这件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关到底要玩什么东西，要玩就是这个等待最佳手背人轮流与爱棒赛 PK， 需用浮力挺身的姿势撑起身体，并将对方的手掰开，率先让对手倒地的特务出手。 来，抽球了，抽球了！还有，哎，一号最可怜，对啊，他最有力的，小号，真的会断，撑一波，所以一号，小号加油！我靠你了，我一手，还可以健在，就是你了，第一个如果输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来到最后一关的话是每一组都要玩，最后一关的话，每一个人都要玩到，对，连关主都要，那帮我玩，哦，可以，哎，可以，对对，你可以叫好比，后面一点，不要，一号是。 裁判是不行下来玩的，来来来，一号，哎，三号，两个伤兵组合在一起，二号，跟手什么？我脚来了，好，最后一个，一哥是四号，四号，好，终于要进入我们最后一关，各位，请面临我们大师兄跟展元哥的超强防守，发号码一。 最后一关，我们现在就是二对二的方式，那就刚才一样啊 ，PK 谁先把两条命用掉就输掉了啊！来第一组是花姐跟小哈哥，对啊对啊对啊，那你们要下去玩了吗？请就位了。走啊！我相信在场只有我有办法赢这阵。哦，我想不到有谁可以，但是我真的迫于无奈啦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？你有什么事你想讲？对啊，你看花花如果什么很任性，对啊，哎，另外一手要包起来，对，你就再指定小哈再玩一次。好的，我觉得可以快一点，因为我刚才看到你们在车上已经有一个答案了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恭喜张立东指定代打，你们不比由张立东自己主办的比两次。对啊对啊对啊，恭喜张立东指定代打来请换位。因为我们要趁大师兄还最有力的时
说整组。哎，等一下，只有一个人吗？对，就是花姐，因为这是花姐的卡，所以花姐就是那个奖。现在又变了，那是你吗？对啊，好，因为花姐使用指定代打，所以呢，她这棒可以由张立东帮她代打，所以不是整组的，不是黄金组合，现在黄金组合，黄金组合，小哈在，我相信我可以跟小哈再创佳绩，真的，小哈对不起了，早上明明就不是这样讲的，中国神山，来去换，加油啊，立东过来，来，护国神山。好，你们两位决定哪一位要先上？我先吧。其实我刚刚说，我相信只有我可以，这都是胡乱。我们也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我相信你，你不要相信我啦！来一点，开玩笑的，我没力了。你们两个国手在，我想要看你们两个真的 PK， 对啊，一定很好玩。要不要第一棒？我不用第一棒，他们先玩的。我们先暖身赛，跟展元哥跟立东啊。好，所以第一棒是展元哥对上立东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两位请就位。第一组张立东对上展元哥，然后呢，时间是一分钟的时间，如果没有打倒的话，哦，就是算展元哥获胜了哦。计时一分钟，预备，这个是
你们脚要撑起来哦，脚要撑起来哦。核心做一分钟也是很硬的。展元哥，你就过一下张立东啊。这个蛮帅。要先做吗？要揪一下，揪一下。你看立东感觉很像小灰人，外星人的小灰人。你们手要碰他，要挡。要去，对，不是。他摸人家手干嘛？要摸另外一边呐。手蛮滑的。你不要高一点，你错了吧？你说你在飙。讨厌，讨厌。没关系，他不要打你呀。哎，不是，他摸你手干嘛？你要摸另外一边呐。你手蛮滑的。你要高一点，我错了吧？你说你在飙。讨厌，讨厌。我的手干嘛？哎，你好久没来了，我觉得是在聊天哦。好久没来了，你好老人不见哦。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试试看，播播看。播的啦。三、二、一。哎，我们太强了啦。全会了，原本在圈子。好累哦，好累哦，他也是下去了，但是这样子算是张立东输掉了啊。啊，对对。好，所以展元哥继续，那我们就那个。不要第一个，小哈哥对上展元哥，来，请这位。哇，小哈，你要连过两关呢，所以你要秒杀，不要浪费体力。好，这一棒小哈对上展元哥，准备要计时一分钟。这个轻量级跟重量级的怎么比？太夸张了，太夸张。来，预备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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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林志胜，你怎么没有那种感想？说侯小明、侯小少宇，飞出去了。侯小明，两个大魔王又的飞出去了。最尴尬是这句很好笑，又不会剪掉。好，我们九个下场，我这节目不能乱讲话，他们不会剪，你们要剪掉吧。来，欢迎大师兄。他会重播三次。好像赢，两个大魔王又 PK 了。好像赢，两个大魔王又 PK 了。好像赢，两个大魔王又 PK 了。2020年重量级的两枪对决，林志胜选手对上的是哈孝元选手。你是喜欢棒球的爱棒赛，来准备哦，预备。爱棒赛的掌声，久一点。爱棒赛的志胜下去就棒赛了，特别志胜，棒赛，高扬，这个是上坡的方，小花呀，小哈哥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你有觉得有被大师兄调戏的感觉吗？蛮开心，我看你后面蛮开心的，对啊，尤其他搔你痒的时候，对啊，露出阴影，蛮舒服的，意外的还蛮开心的，就来，准备了第二组了，第二组请就位，第二组丰田对上大师兄，我输了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你告诉我，还有一个人在认真想赢，他说是可以偷。偷偷的把粉吹到他眼睛里。如何偷偷？陈小英，来准备哦。好，准备好。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来吧，这场是台湾大综艺大赛，两人要输。有哥，自杀了，烂了。
都看不下去了，手都看不住，还在哪里来管人数之高，人者之长。惹毛大师兄，来，一样是我们大师兄对上天的，来准备请就位了。我要打几个？他是叶问吗？我要打十个，一个打十个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大师兄的斗志出来了，真的真的真的。来准备啊，直接认识。Teddy 对上大师兄，计时一分钟，预备。等一下。对，哎哎哎，那输了，好讨厌的，好恶心的，好恶心，直接认输，战而败，你没有拼搏，还好吧，能赢吗？你看看，这有说不定有机会啊，你看看啦，这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啊？你真的很没用哎，哎，一个人，一个人怕，一个人怕，一个人怕。好，你们先，你们先，全台湾的观众朋友都注意的，你的眼睛，还有注意你的下半身。放什么？展元哥一下子融入我们节目了，来怎么样？预备，你下半身。我是被球棒的大师兄。哎，球棒在哪里呀？球棒。哦哦，我这高级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还有手伸粉，手伸粉。干嘛？你握住人家的手干嘛？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还有没有？下去了。好，没话讲。再一下下而已呢。没有没有，让大师兄再玩一下吧。开心开心，大师兄觉得很开心呢，很开心呢。你刚好像是啊，你看你不是很远看。大师兄，你刚才有一种办完事情的表情。你是男生，应该抽一根烟的吧？抽怎么松松的？是抽烟，是抽烟。我觉得这是爽身粉，爽。没了啦，打不赢啦。自己道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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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意思。对啊，你们道歉吧。道歉，来来，一二三，对不起。全部都放弃了。哦，谢谢我们的大师兄跟展元哥，今天守得超棒的，超强的，超强的，超强的把关者，而且直接让我们这边所有人不战而降。以后不要再找这种人来羞辱我们了啦，只要自己平时羞辱自己就够了。找一些快退休的啦，我快退休，但我想当来宾，好不好？没有问题啊，希望有机会，这个下一次大师兄来当来宾。好，今天再次谢谢他们，给我们掌声吧。